坚强的像石头一块，只是万丈寂寞难耐。现场经典曲《笨小孩》，吴宗宪 live 歌唱实力超坚强，一出场全场嗨翻。是要为演唱会暖暖身吗？首次公干门票开卖，不到一分钟，最贵摇滚区率先晚售。两三分钟后，重整售票页面，一片灰茫茫，卖到一张不剩。感动啦！我就说，但是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啦。我都想要看我的演唱会，因为太好看啦！兴奋骄傲，全写脸上。吴宗宪为公干做足准备，11000张门票秒杀，却被网友笑称“哭哭奏效了”。要讲出去了，原来是上次媒体联访。因回想起出道点滴，爆哭三分钟，就怕演唱会也无法控制情绪，还开紧急会议更改歌单。宪哥更透露想重拾歌手就业。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。提醒十足的吴宗宪更被节目找去当台北市长参选人辩论提问者，想问什么不愿透露。问题问想好了，到时候很犀利的就是我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，跟教育有关。综艺天王出马，一举一动都是话题。至于演唱会到底加不加唱，表示一切会议讨论中，留给歌迷期待空间。记者郑宗王乃瑜台报道。